我呢，只阿妈呢，来，我去，我开只帕特辉哩。哎、欸，哦，卡更，个乃嘛无卡更哩。哎、欸，拜托个啦，卡更哩啦，卡更哩啦，拜托啦，要开始落影啦，吼、哦，哇，撸来撸更，吼、哦，真有感觉，真有感觉个咧。今日要甲大家讲个啦，圣经讲吼、哦，那一个愚人个路吼、哦，有一个尊敬兄弟之义个人心啊，情个人，伊个行个路吼、哦，撸来撸更。 路来路更，路来路更，好。啊那是一个做歹嘅人，伊会行喺路咧，路来路暗，路来路暗，路来路暗，好。啊人生是安尼啦，每一个人吼，拢路来路老啦，这一定的嘛，好。啊路来路老是年纪哦，但是人生即条路咧行吼，只有两个，只有两条路就对啦，一条路都是路行路更，路行路清楚。 愈行愈窄，越越知我安怎活的世间。另外一条路，愈行愈暗，愈行愈暗，愈活愈感觉啊，人生活的世间无意思，无意义啦。啊，愈找无答案，人生只有两种咯，无第三种咯。哦，你若变着愈行愈更无，你就愈来愈暗，安尼哪啦？所以，亲爱朋友，咱人生诶，做出一个选择。 随着咱的年纪越来越大，咱对这个世界嘅体会越来越深嘅时阵，你也必须要决定出一个方向。一个是当你的体会越来越深，你会越来越感觉人生才是。虽然我越来越老啊，但是我越来越感觉，哦，上帝，我感谢你，我诶，当代世间是财有够好，我感觉，活着做一个人是财有够好，这就是越来越。 啊，因为你你若是行一条钓的路吼，上帝自然点会互你讲，吼、哦，因为你若愈来愈清楚，你后壁佫说话讲者，你就愈来愈听有啊。嘛。我咧讲人生敢若亲像咧拼图嘛，拄开始一块一块你都看无，說这搭这是啥？啊，你若愈投愈侪，愈投愈侪，你就愈来愈看有啊。哦，原来即百多的是啥？啊，你若愈来愈看有，你咧投算著愈来愈紧。 叫做良性好个一个循环，啊，甚物叫做歹个循环？歹个循环就是你人生越来越侪岁，愈来越老，力，越来越感觉个啊，人生无意义啦！啊，要要再毋免来见这座啦！啊，我原来世间是要创啥啦？哦，开始否认哦，将一切拢看个足无简单嘞，爱情无啥物意义啦，爱情啊，我咧讲，你以后你就知道，讲话拢即种口气啊。 囡仔、囡仔、啊、囡仔、啊，大伊诶生活啦，你莫望囡仔啦，你莫望囡仔啦。以前我嘛是疼囡仔、疼囝尼吼，啊，即嘛拢啊，看开啦，看开啊囡仔有伊诶人生啦，系无咱诶代志啦，你会感觉会出来。伊咧讲话，拢愈来愈消极，伊愈来愈无感受到讲伊诶付出是有意义诶啊，即就是讲即条路呢，愈行愈暗。 啊，即嘛是有恶性嘅循环哦。你若无法度愈行愈紧吼，你若愈行愈暗，愈行愈暗的时阵咯。你嘅心咪一拍火吼，人讲心敢若有一帕灯安尼哪心灯嘛吼、哦。你心中一拍灯吼，哦、沾沾会从啊渐渐火花去。啊，你愈火花，你愈看无；啊，你愈看无，你愈火花。啊，你了解吼、哦？即叫做恶性嘅循环。啊，良性诶循环是拄啊，颠倒变嘛。 愈看乌，啊愈失落，啊愈失落，愈看乌，啊这条路愈行愈更愈行愈更，最后通对倒位去，通对上帝的光明的国度。所以圣经讲，上帝是虾米？上帝是光，上帝就是光。所以当你安尼人生这条路一直行，一起初看无。 我来世间要创啥？想无。人生我的世间意义想无。这么一步一步慢慢慢慢，越来越看有越来越体会，越来越喜乐，啊，来愈更。最后迎接你的就是上帝光明。所以圣经内面讲，咱是叫做啥物？光明诶子，光明之子。好，咱是属于光明诶。 啊！你属于光明的，你愈你愈行，你就愈瓦劲，你愈来愈瓦劲，上第一更嘛。所以到最后离开世间来，顺利拢未惊。所以一个基督徒来讲，伊嘅人生是 u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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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往好嘅方面咧进行，咧进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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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愈来愈唔惊，因为以前看无，即阵看有啊嘛。啊，以前会惊，即阵未惊嘛，对不？以前谁来惊？啊，以前我囡仔细汉啊。 我今日我死要安怎啊，即马吃啊老啊，哇、啊！咱讲实在，你讲一个回孙，人讲世界大战，啊，若有咧惊啦，那八九十年我我咧惊世界大战咧。哦，已经人生七八十年拢过去啊嘛，啊，剩个个活无几年啊嘛，所以就算即个无几年你，甲咧取消嘛，无啥通惊嘛，安尼听有无？哦，所以愈惊愈光嘛，因为以前会惊，即马袂惊，以前会烦恼即马袂烦恼。 以前想无，即马想有；以前看未破，即马看会破。啊，即、這个人生是叫做光明的路。啊，你现在我都惊对即个光明的路，因为你的心中是好个啊。你的心是好，你看代志毋知会好，毋只看会到光明。你的心若拢暗暗，吼、哦，敢若你目镜有无？你若戴一个目镜拢乌噜噜，你讲乌、哦、哪会遮乌？啊，哪会遮乌？毋是乌，是你目镜收乌嘛？ 你嘅心若是乌，你看什物物件拢乌，啊，你愈看愈看无，啊，愈看无的时阵哦，你就愈累赘；愈看无的时阵哦，你就感觉愈剩啊。所以人讲厌世有无？就是我足讨厌即个世界，我足无想要画，画个剩啊啦！感觉世间都无啥物通好画的嘛吼。啊，你讲即甲物质甲无关的，无一定。 不一定，人有人食饭头嘛，食较欢喜哦，食一个糜安尼，配一个豆浆伊嘛足欢喜心情好啊。伊看足开，伊讲啊，这不要紧啊，哦，食好也是一顿，食歹也是一顿，哦，伊伊无差。但是呐，看袂开的人，看到别人过好生活，哦，不足袂坎诶，哦，是想那伊要多赚那侪钱，也无公平啦，伊比我较敖，哦，咧比较。 一直咧嫉妒，心中迄个乌暗，吼敢若乌云，甲你打掉咧啦，拢未快乐，笑笑未出来，规工油头甲面，伊心头敢若一块大石头，甲你缀咧遐呢，惊未出来，所以人生只有两条路，有诶人是钱愈谈愈多，心愈来愈暗淡，吼、哦、啊，有诶人虽然敢若成就愈来愈无。 但是心愈来愈开，因为以前拢跟人咧相争啦，哦，要想要做主任啦，要做主管啦，要升较紧个啦，哦，以前拢咧抢啦，啊，即马心哦、喔，看较开啊吼、喔，啊，即马无咧抢这個啦，无咧计较这個啦，啊，然后定定咧想讲我变做义工，变做讲帮忙安尼，所以一个人嘅心决定一切。其实科学伊也有研究哦、喔，讲咧施比受更为有福啦。 因用什麼研究就係用狗，做鼠皮啊，用狗去研究。依啲研究即係狗嗬，講嗬，嗱只只狗嗬，狗會去講，會去講幫幫其他嘅高山啊，哦、喔，會去甲熱嘢摸，安呢，哦、喔，啲狗甲狗做夥去研究，啊狗都冇咩大事，伊也變煮飯，也變衫啦，啊度，大家啲嘢都跟他出逃，乜嘢啊，閪來閪去，歸工都乜閪來閪去，哦，啊度甲。 其他诶狗咧生安尼啦，哦，佢讲吼，因有去研究哦、喔，佢用足长诶时间做佢話研究，讲迄種吼，会去共安尼，熱人嘅毛的啦，迄种狗啦，毋是家己一日吼、喔，较会甲其他诶狗做夥啦。伊讲迄种狗吼活较久，啊迄种狗吼、喔，较受欢迎，啊，這一定嘅嘛。啊你講啊你毋是讲狗，伊也无无灵魂，伊无灵魂，但是有动物性啊。 我知影讲什物所在有鱼通食，我就较会去遐。嘛，这叫做动物性嘛。啊，我知影倒一只狗真爱甲我乱我诶摸，吼、哦，我也感觉足舒适，我自然去揣伊啊。哦，即只狗会自然去揣伊啊。所以吼、哦，若一只狗吼、哦，较咬讲安尼乱摸诶吼，其他诶狗最爱去揣伊。因研究诶继续讲，即种狗吼、哦，活较酷。啊，这足趣味咧哦，这足趣味一个研究。 用安尼嚟讲，施比受更为有福，的、就是讲，你若愿意付出的人，你的人生的路是愈行愈宽。所以呢，用伫人伊嘛是研究，讲吼，若那迄落去做义工诶，真愿意出去外口做义工，啊，定定去讲帮忙，吼、哦，迄种嘅长辈退休了后，吼、哦，去平日做义工啦，去作些所在去讲帮忙啦，吼。 迄种活较久，啊，底下生活品质拢较好。啊，那迄个无啥爱出门呢，嫌麻烦呢，嫌啰嗦诶、就是，都以前住校呢，就拢无啥咧参与社会，干那顾家己诶。迄个哦，食较老吼，拢到处咧养狗，啊，拢活较短，不但活较短，拢较无快乐，脾气较歹，定定气性大，看即个无顺眼，看迄个无顺眼。 完了，品质无太好啦，即、啊、个好业上车无关系呢。迄位因兜足好业住足大间嘅厝，因咧车好过咯大车，啊，因兜拢全高档。我一直支持足好过吼，啊，无快乐，哦啊，啊，家裡都沒有人啊，除了无啥，啊，生活足简单，啊，出去做义工，哦、啊，去病院咧做义工，去讲照顾，去讲关怀，嚯、哦，我讲足快乐㗎啦，所以。 你的心决定你的心外品质。哦，所以有上帝真理在咱的心中。你怎讲死都无啥嘛？你要怎讲我将来离开世间，我会登去上帝遐。你若行到这条路，你的路呢，越行越广，越行越广，越行越广。以前看无，现在都看有啊。对上帝之义，对真理的认白，经过时间有更加深的体会，你的人生。 好，聊完这，等下了，继续来谈。欢迎登台，老三爷节目，听日大家台面咧公告讲，人生的路，那不是越行越光，越行越阔，啊，都是愈行愈暗，啊越走越，愈行愈细条啊，所以吼、哦。 咱诶世界还愈来愈快，毋通愈行愈暗，阿边那会愈行愈快。你一开始角度放互开，后壁愈来愈开。你一开始角度变安尼，愈行你就愈暗。哦，所以心怕互开，阿、啊、心免啦怕互开，甚至给咱指点一个方向，讲，这个人若是愚人，愚人毋是讲，这个人拢无做歹志，世间无这类人啦。 他皮康阿老拢无一个好人吧，所以先跟咧讲愚人嘅路，就是讲伊嘅心未去追求好，重点系啥？唔是讲伊嘅行为一定我当做较好，人非圣贤，无人会当做较好。但是咱至少我嘅心，敢那向日葵安尼，向着迄个光嘅方向，我嘅心是向善嘅。哦，啊，我咧追求讲咱嘅人生是有五万嘅。 啊！什么叫做有五万？相信上帝是有五万啊？你若无相信上帝？没哪有五万？我照问啦。哦，即个朋友，我甲你讲较足清楚吼。人生三种选择，一种死掉，啥什么拢无；哦，啊一种死去变别人去轮回；啊一种死了去见上帝，只有三种可能啦。你了有啥物其他个可能？有无？一种死掉，啥什么拢无？即边哪有五万？ 我死了，我都无去啊！这边哪有五万，啊！我死都衰，我人生嘅路边啊，愈行愈光明，无可能嘛！我都咁啊，死死也煞较开去啊，都死一切拢结束去啊，温温万万，拢个只位置啊啦！真闹什么五万？这毋是一条愈行愈光嘅路啦，这条路是愈行愈暗嘅路。人生第二种可能，啊，无我死我就变白人，啊，是讲我咪变人啦？ 我死我变一只乌蝶，哦，我变狗，我变什么其他嘅物件，不一定啊变做人。除非是我，毋是我啦，我变别人啊啦。安尼要哪有可能？我笑问啊。你我，吼、哦，我脚腿也做我，我要来做别人。哇，当咱连即世人来到世间，做你家己，你已经是你家己啊、哦，啊，你都袂当接受啊。你若想我要做别人，你著可以当接受呢啊。 现在朋友迄是想无清楚啦，无可能。你若讲我即世人，我做查甫人，我祝福一下查甫人。我后世人要来做查某人，我甲你讲，等甲你后世人若来做查某人的时候，你也袂快乐。因为一个即马未快乐的人，伊唔茫讲我人换一个环境就会快乐，通常这是不切实际的一种看法。一个会快乐的人是即马就开始快乐。 毋是换一个环境则快乐，即个毋对。这个,一個人哪個快乐是我即摆就快乐，你环境阁安怎换来换去，我拢是会快乐。因为是我咧决定快乐，毋是环境咧决定快乐。所以一个人，你若即摆做一个人，你讲我老宋，我一个查甫人，哦，啊，我即落一九六三年出世，我连安尼足清楚的一个我。 当时出事，出事伫到位，我生三阮兜几个囡仔咧，我已经遮清楚诶。我我要无法度接受，我一直唔嘛，我会当变别人。我讲讲这条路叫做不归路，这条路无可能愈行愈光，这条路一定愈行愈暗。侬囡仔也知，啊当然啊，我即马做我无欢喜对无？我是毋是想要做别人？对无？是安尼嘛吼？我不喜欢我嘛，我想要做别人嘛，吼。 尊公，准我即摆已经变白人啊！你想，我在想啥？我若过来世间变白人啊，我敢唔多一定欢喜。因为我若过来世间变白人，这个人嘛是同款会死。我若过来这个世间变白人，这个人嘛是同款会破病。我若过来世间变白人时，嘛是都要有上班的痛苦。 我嘛是共款活伫时间空间嘅限制内底嘛，我无较好嘛，其实都差不多嘛。有人生经验嘅人，通常会承认，人生是足公平，无论你是啥物人，无影差只多。你讲哦差足多，系是你想诶，毋是真正差只多，是你感觉差足多。 是你认为差足大，是你诶感受差足大，实际上无影差足大。大家拢一日二十四点钟，共款；大家拢困到六点钟到八点钟，共款；大家拢爱食三顿，共款；啊，大家食食咧，拢爱去便所，共款；大家拢爱破病，大家拢爱喘气，大家拢爱生气。 即问是到位咧无讲啦，差不多啦。所以你若即世人对家己诶人生真不满，你讲我后世人变别人，我会较快乐。我甲你讲，你若真正有后世人来变别人，你也佫咧想讲啊，我即世人无快乐，我来后世人去变别人较快乐。永远你都咧想讲看变别人会较快乐，安尼佮无愈行愈更无啦，愈行愈暗啊。因为你永远找袂到真正诶快乐嘛。所以人生，若世都煞。 即条路无可能愈行愈光。第二，四去变别人，我来未愈行愈光。因为你若四 P K 变别人，你著永远你伫咧变别人，因为你诶即个人叫做咱人有一个叫做完美主义，你永远咧追求更较好、更较好、更加更较好，迄是一种咱人家己心中所想诶完美主义。我欲追求完美，但是实际上即个世界都无完美嘛，所以你无可能愈行愈光啦，无可能啦。 啊！你讲啊，我卖卖变做人，我变做精神，噶唔是更加好？啊，这更加好笑。啊，你感觉做到遐比做人比较好向？你感觉做精神也比做人更加好向？你讲会啦，一定会啦。为什么会？因为伊无感觉嘛，啊，所以你就无感觉还较好。矛盾呢？啊，你就没感觉了，怎么会比较好？你不刚刚就矛盾了吗？你都已经无感觉，你讲我若无感觉也较好。 诶，會较好是有感觉嘅人讲嘅话，你都已经无感觉啊！你变哪感觉更加好？冇可能嘛！所以你若讲我死咪变做别人，我死去变做情神，迄条路嘛毋是路长路广，因为迄条路你人有感觉，行对无感觉去啊！等下你若无感觉嘅时阵，你死你嘛毋知你是情神，你嘛毋知，你无迄个感觉去啊嘛！啊，等于就你无去啊！ 对无，著、就是你无去啊，因为你已经完全无感觉去啊。你讲啊，无感觉较好，即世人有感觉足、哦、痛苦，我后世人若无感觉著够较好，安尼。但家你无感觉，所以你就无咧啊，你著无去啊嘛。你著无感觉，你著无去啊，你来感觉啥物？头脑较好，无较好嘛。我讲至少我未感受到痛苦，安尼著是你讲，根本上你著感觉存在无意义嘛。 啊！汝若都感觉我存在都无意义啊！讲我要愈行愈更，汝都根本汝对你家己做一个人，汝都无满意啊！汝是变来愈行愈更啦，不可能！所以只有第三条咯。第三条咯，讲咱人死了，汝袂无去，汝袂变别人，汝是永远甲上帝做伙。汝讲阿即嘛无好啊！我到即马安尼聊，我永远我我拢袂变别人啊！ 无，圣经讲，你若甲上帝做伙，上帝甲你换一个足无共款诶一个环境，偷一个，你毋免阁在乎即个身体，所以将来一定阁较好，现在一定阁较好，因为将来甲上帝带做伙，偷一个，你袂忝，你免困，你免食，你袂枵，哦，啊你袂伤心，无目屎，你会快乐。 但是你无相信，啊？这有较好不？这当然较好嘛。所以这条路才是愈行愈光的一条路嘛。因为上帝有应允，讲将来迄个世界无够有目屎，咱人生即嘛着实痛苦，因为有一个身体甲你限制条咧。你会破病，你会听，哦，啊你会忍耐唔会条，因为你的灵魂目前限制伫这个身体内底。 上帝讲将来吼，我灵魂甲你赶出来，这个限制要取消啊！因为你即摆已经大人啊，哦，你免搁再这个壳啊啊！迄条跟咱咱蝴蝶有无有？较早一只赤毛虫啊，毛毛虫吼，咱台语叫赤毛虫哦。啊，较早哎，厉害哦，甲家己包起来，哦，迄绳迄套丝哦，啊，甲家己包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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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迄时阵过程啊！ 因为你迄阵你要变黑掉的时阵，你需要靠靠去包起来嘛。蛋糕有一张那叫做破茧而出。当你将你背出来的时候，你已经不需要迄个壳啊。相对用大自然的咱人开始啊。讲咱人有一件事就是哪，就是你人生一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结束啊。咱这个身体免阁用啊，伊也任务结束啊。咱的灵魂只卖当背出去啊。 已经变只蝴蝶安尼啦，但是唔是真正变蝴蝶啦，哦，蝴蝶没感觉嘛，你也给你吃点咱是人，咱是无共款的人，哦，二点零版人类，听好不？哦，进化版，就是无再有这痛苦，所以呢，人也未忝吼，身体感觉好嘅，哦，人也免困吼，吼、哦，心情感觉好嘅，因为吼无压力。 咱现在爱困，因为你听唔到所以你想要困。啊，你若平日听唔到边困，哦，啊边困几偌济时间，你该想看咪？是不是安尼？咱两个痛苦是有时间的压力，会痛苦。哦，啊，现在要点点煮饭，因为隔顿无钱，时间会害伊，即、這个物件会变质会歹去。啊，你若将来无时间的限制，物件拢袂歹。搁再来你无身体，你想要食你著食，你无想要食你嘛，当边食，猪油。 想要安怎就安怎，即是人生追求的。啊、你讲这个模样听起来，敢那无啥可能？还有信心吗、啊？所以这叫做信耶稣啊，这叫做信仰啊，用信心来接受啊，唔是用目睭来咧看呀、啊，唔是用手来摸望、啊、是用你的心来接受啊。啊，我来跟你讲啊，现里比有人生三条路尔啦，一条路四读书，一条路四遍别人，啊，唔知啥物人，唔知道是唔是人，这是第二条路？ 第三条路，死了甲上帝社会，变一个更加好诶！你，多一条路，路行路更，咱家己想就好。哦，鼓励大家咧，信上帝的，真正信上的，无啥物款诶负担啦，足快乐个代志啦。哦，没有什么风险啦。哦，无危险，无风险。信仰所是全世界上盖福气个代志，有请咱个朋友，真正你即要看遮久啊。哦，那无机会是正，有看无晒。哦。 啊，信上帝足简单诶，甲上帝祈祷讲上帝啊，我足想要来相信你啊，我相信你听我，啊都安尼哦，啊请耶稣带伫你诶心，啊上帝伫你诶心，甲你印出，啊都安尼上介简单，佮上介有效诶方式，改变你诶未来，后一集继续收看多谢。